是他们做的排骨，然后这个是丸子。我们试试看，哦，它的白肉，看一下这个白肉哈，你看这个白肉很薄，哦，你看是不是这边是透明的？什么？那个葱花饼，试看。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古亭啊，要到古亭了哈。这里是在和平上面哈，来，我们今天要来去吃这个酸菜白肉锅。最一开始就是他们家嘛，吃到饱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金山南路二段192巷这里左转，可以看到丽境餐厅，台电员工福利餐厅。我可以从这里走进来，这是到现场排哦，就是真的很像以前的那个那种老旧宿舍一样。用餐时间90分钟，但公休还那么长啊，还没到11点。OK， 丽境餐厅的由来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运选选啊，是念选哦。我以前有一个学生，这个字念选。酸菜锅保留火锅王，有牛肉、羊肉、白肉，很漂亮。青菜、猪血、酸菜，这可以自己夹。冻豆腐，这青不管了，就这样了。我们吃酸菜白肉锅是先放这个酸菜嘛？啊，来，它的酸菜长这样子，来，冻豆腐，来，冻豆腐，好像白肉下去啊，这样子，白肉先煮的样子。这个是他们做的排骨，然后这个是丸子，丸子，丸，刚才那个跟我们说丸子可以直接吃，来。那个葱花饼，你看，外面是酥的，你看外面是酥的，然后有点酥皮、脆皮，啊，有点油葱，但是油葱是有点混到那个面团里面的那种味道。那猪血，嗯，先放的时候会沉到锅里，熟了会不像。哦，这边一定要先吃肉，因为锅里的油脂不够，汤汁涩涩的。哦，油脂够了会有甜度哦，甜的话你喝起来甜，然后酸味半个小时之后也会出来。好，因为它是自然发酵的酸菜，煮的越久汤头会越酸。那中途如果你有吃的话，一定要补进来。好，可是第一批给你的酸菜一定要让它熬20分钟。好，因为你汤一少，来加个汤会一直在稀释。哦，熬完之后它的酸味出来，你想吃酸菜都可以吃，但是有吃就是要熬。OK， 青菜一定要放最后哈，这边青菜放下去。青色味，因为你油脂不够了，青色味太重了，它不会。哦，这个叫做猪耳朵，冬要吃冰的。哦，但是里面加了香菜。哦，这个叫凉拌粉丝，它酸酸的，你可以单独吃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松露饼上，因为饼放凉的比较油，它带酸可以解腻。哦，那你再加一点你打的酱料包着吃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松露饼如果还是要的话，那个窗口直接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都是凉拌的概念的哈。那，啊，我们先试试看，这个是猪耳朵做的那个肉冻，然后呢，然后刚才说老板娘刚才有跟我们说，这个是凉拌粉丝，凉拌粉丝可以配这个吃，解腻的概念，我们加一点看看。我先吃一点，酸菜白肉的那个酸香味，不会太酸，提味效果居多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把它加到粉丝上面，嗯。要吃，20分钟之后它会化掉。那，哦，你如果吃这个，越煮越香。嗯，这个很推荐哎，这个葱油饼配上这个猪耳朵做成的肉冻，再加上这个粉丝啊，那个味道融合在一起，有相辅相成的效果，
出我的预料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要配那个葱油饼。我们吃吃看，好看的白肉，来。看一下这个白肉哈，你看这个白肉很薄、哦，你看是不是这边是透明的？有吗？那、啊、这个老板说不要煮太久。嗯，他们家的酸菜的白肉的那个油脂香味有出来。要不要吃冻豆腐？不会踩，还不错。这样哈，这个冻豆腐，冻豆腐的豆香很明显，不会突兀。吸满汤汁不错，哎、欸，酱那边是哪个？猪血嫩，然后吃得出它的那个鲜味，还不错。嗯，牛肉来试试看，牛肉哈、哦，来我们试试看他们的牛肉，用酸菜的这个汤头煮过的这个牛肉啊，它的那个牛肉的香味啊被提出来了，那牛肉香味更明显，反而变好吃了。羊肉很厚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、，Q 弹 Q 弹。它羊肉竟然没有什么骚味，然后有一股羊肉的香味。这样啊、哦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这个盖子小啊，打开呢，这样火就最大。然后你把它关起来呢，火就最小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吃一个它的排骨哈、哦，我把它丢进去煮，这是错误吃法。它排骨就是油香油香的。还不错，试试看哈、哦，它的酸菜煮了30分钟了吧？嗯，现在酸菜真的比较好吃。对，它这个酸菜煮了20-30分钟以上，那个里面那个酸味啊就出来了，然后那个酸味是很自然的酸味，还很不错的香味。OK， 我们做个总结了哈、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吃了1497三个人，499不加一层。有一位那个老板娘，哦，非常的热心，就有一位小姐非常热心，她有跟我们说怎么吃怎么吃，这个怎么吃。那配起来的时候呢，尤其是那个葱油饼跟那个凉拌粉丝啊，哦，还有那个猪耳朵的那个冻啊。合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哇，一个很协调的一个口味，古早时候的那个口味了哈。那汤头不错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